果开战了，你会不会回到战场再当军医？会啊，会哈、哦。好吧，那我给你拍拍手。对，我还是最好的医生了、哦、你现在对中国大陆、中共，你还有寄望吗？啊、不是、啊，我们是务实处理嘛，就是甭管这些。不是、啊、那个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像那个来闹场的，当然是把它处理掉。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中共跟我们开战了，假设了哈、哦嗯，这是假设衣服了哈、哦。如果开战了，你会不会回到战场再当军医？会啊，会哈、哦。好吧，那我给你拍拍手。对，我还是最好的医生了。哦